原来是这样，天可爱的小丫丫，方总。哎，等一下，那个椅子好像是坏的，我记得。坏的？啊，对对对，坏的不能给客人坐，你坐那个吧。啊，不好意思啊。雷老来了，来来来，是什么味儿的自己拿啊。坐坐坐坐坐，来来来，蒜泥香菜。方丽，哎，换个位置。为啥？我觉得我坐这儿挺好的。哎，我觉得你那儿更好。跟我换个位置。哦，有眼力见。哎呦，这怎么打不开啊？这个拆解你会吗？我怎么不会呀？我最会了。你看看，哎呦，宝宝，这个插销忘记插了。啊，你看，没关系，你就坐回去吧，我就在这里了。我来插。我去拿菜。好嘞。今天降温了，特别适合吃火锅，我们一定要好好吃啊。嗯嗯。要吃点肉肉。来喽，大龙虾、鲍鱼，还有牛肉。龙虾。来，牛肉放那儿。小七，你这是中彩票了？算是天上掉馅饼。哦，那就是不劳而获了。不劳而获不是每个人的梦想吗？我不轻易占别人便宜，但是别人把便宜送上门来了，我总不能不要吧？来，快吃。我去拿酒。哎，你不知道酒放哪儿是不是？我帮你。不用了。你怎么还在生气啊？那个，我跟你说，礼物在于真诚，不在于数量。你看多可爱。还有这个，这是周思琴给我的卡，里面总共有10万块钱。我给小布和柴姐买了衣服和电子产品，还有外面那些饮料、食材什么的，可能就只剩5万了吧，留给你跟科研部。哦，我帮你装起来啊。好。他为什么要给你钱？哦，他还挺有眼光的呢，能看得出来我是你的得力助手，所以想收买我当间谍。你就这么告诉我了？那当然了，我肯定不能信他的，对不对？还有，对付唐一炮弹的最好的一个办法，就是先把唐一吃下去，再把炮弹给打回去。小七，酒拿好了吗？来了来了，我去送酒了。原来是这样。天可爱的小丫丫，方总，你没跟他们一起出去吃火锅啊？我正要去。